这他妈也能拍。哎，你会把声音剪进去吗？嗯。我说话声音你要剪进去吗？对。昨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多小时。骗人的啊，观众朋友们不要相信他。然后今天早上七点多起床，就跑到Peter他家，然后在他店里足足等他修了那个东西，修了三四个小时。瞎说。目前困得不行。然后现在车抛锚了，我们滞留在了野外。我靠，154 USD。然后我们在求救，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。耶、yeah! ！啊，我们一路上飙啊飙，然后现在呢，决定去另外一个 Squamish 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拍摄一下。对，那个是一块湿地，湿地对公园，但是非常大。我看米格的飞机能飞起来，上次我都不敢飞。我靠，我得看看，如果风太大就算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不会让你飞的。今天就看米哥作死系列啊。嗯，好吧。期待，期待米哥炸机。Peter 突然开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然后进行了一个越野，基本这个，哇，干什么？我靠，你把他扑死！后面这有毛病。你说好要飞了啊，别不要辜负观众朋友们的期望啊。风确实有点大。哇，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哎，这是不是你上次来玩那个什么飞的夸、啊、那个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很多人在这边玩这个滑翔伞的。什么滑翔伞？不是滑翔伞，那叫什么伞？叫 kiteboarding， 就是 kiteboarding 风筝 boarding。 咱来这儿就过来瞅一眼吧哈。绝对你可以飞，我觉得今天风还是很小的，是吧？那没问题，可以可以，那就把工具拿出来。我感觉啊 ，DJI 最成功的产品还是这个 Mavic Pro， 真的，各方面性能。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是真的是最实用。你看就这么小，我靠，我那个 Phantom 4太他妈大了，所以他不怎么带出来，每次让我来玩这种作死系列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你如果带着 Spark 今天来的话啊，虽然小巧，绝对没，但是绝对不能飞，一飞他妈直接就飞海里了，到海里了。但我们不是 sailors， 我们是普通人 traveler， 看那个是 walker。 OK， 今天我就不拍了，你看我都没带摄像机、啊、我觉得今天米哥这个专业级的带，我还是做好我的这个群众演员的身份吧。别这样好吗？把你的补上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啊。风确实还是喜欢，就喜欢这个户外运动的，还是看一下我吧。你看前面的人玩这个的，玩的嗨的，说不定还能碰到我朋友。这一个简易
些测风装置，你看它现在是现在是绿，风还不是特别大，它等会风大的时候最多能刮到这里，那还是 OK 的。可是它这个测风的是给这个就是帆船就是这个玩风筝的人测的，无人机可真不知道啊。OK， 啊，这是飞不起来了，这是极度危险的事情。墨镜摘下来，还是戴墨镜。嘿嘿，各位观众，这是作死系列，被逼啊，被逼作死。什么被逼作死？谁逼你、啊？现在我们其实这边这个风其实还是蛮大，你看这旗飘的。一般了，一般了，一般了。你看那个才绿格。哦，绿格 OK， 它在绿格里面。咱就稍等一下，等这个。Mavic 设置好之后 ，GPS 定位好之后呢，咱就起飞。我说就怕失去信号，知道吗？疼这鬼啊 ！OK， ready to go， 准备。飞了无人机，然后旁边一老外不停的飙脏话，听得见吗？他为什么要说脏话？不知道，一般脑子有问题的，他不知道对水兽，也不知道是骂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谜。所以在某任何地方，总有素质不高的人。对，我觉得，不过作为一个这个会讲第二语言的人，在这个国家还是很爽的。对，我在商店里可以骂。对，你们都是傻逼，别剪进去啊，警告你啊，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姚明，姚明这么矮的29厉害。